您好，非常感谢啊，接受今天我们的访谈。请问您贵姓？卢医生您好，我姓顾，我叫顾建华。啊，顾阿姨你好，我其实很想知道您跟我们这个健康人青疗馆是怎么结缘的呢？正好开在你们这社区嘛，嗯，我也有点路，我就走过来，嗯，然后你们这里刚开始说是免费的，然后我就想吸有个体验期，对对对，吸了半个月，胃口就开了，哦，就有感受了，开了，胃口开了，我觉得好像是对自己身体有用，嗯嗯，我就觉得再吸下去。哦哦，是这样。那您原来有一些什么样的身体问题吗？说您我是过大病，然后医院指标呢每年都在检查，在复查，但是总一年不如一年，还在吃中药。嗯嗯嗯。后来呢，中药吃时间长对胃不好。嗯嗯嗯，我呢就先停一段时间。对，我看到您的随访的肝功能指标也有异常。对吧，就是一直在随访，一直在随访。嗯，然后我觉得我也非常注重保健这一块，对对，康复这块，哎，然后我想如果轻对我有帮助呢，嗯，就吸吧，对对对，嗯，总会对自己有用的。 对吧，一个呢是有健康的诉求，对，第二个呢体验了以后也有受益感受啊，胃口改善，所以想想啊，还是进行这样子一种这个干预方式啊，就进了这个健康人年轻馆。对对。那您是从去年什么时间进入到这边的呢？你们这里就是开张的时候11月份我就来了。哦，那您也是第一批的老会员了。对的。那您到现在从去那应该是11月份到现在已经要8-9个月了。对的。对吧？对的。啊，这中间您有什么样的身体上的一些感受吗？就是说，我觉得口腔溃疡好多了，就是我以前有口腔溃疡，然后我就是有一次这里牙肿了嘛，我就吸，嗯，我就过来吸，吸了以后睡了一个晚上，嗯，哎，没了，马上就好了，这真的真的神奇，然后有时候还会把我的疲劳给改善，哦，改善疲劳，就是吸了以后就觉得疲劳消失了，嗯，还有就是一个肺部本来咳嗽的，现在我就不咳了，哦，现在一点都不咳，真的很好，本来不是不敢去医院嘛，医院一次检查一次查，越查越灰心。我这次去检查的，我的指标我觉得很满意，很满意啊，都有所提升，而且指标都在正常范围之内。嗯，这很不容易。我觉得我信心很大，嗯，只要为了身体，是说明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。对，那改善了两方面嘛，一个呢是自己觉得主诉。哎，我感受好了，我不咳嗽了，所以医院的检测报告如果是有很明显的一个改善，那真的是很恭喜您。也就是说您经过了这个8-9个月的这样子一个深度的体验和践行，自己有症状上的改善，有这个指标上的改善，还是很有信心，也是对这个亲很认可的，所以非常感谢您这个对自己宝贵经历的分享。谢谢卢医生。嗯。